请奉茶上来。啊，小朋友，小朋友可以站着，不要动。好，好，我们旗袍组的，我们要礼敬每一个贵宾。贵宾，请拿一杯茶，请每一位贵宾拿一杯茶，请每一位贵宾拿一杯茶。来，会长，请在中间，会长在中间。我们现在请贵宾排成一排整齐，我看他们有没有像小朋友一样哦，好棒哦，整齐。我们请我们的贵宾排成一排，很整齐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向后转，向后转。我们请排整齐好吗？跟你的左右对齐。这杯茶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要礼敬天地心。这是我们开幕的活动的一个开始。礼敬天意，万物兴。义之为书也，系大广大系备，有天道焉，有人道焉，有地道焉。道无所不入，万物皆有道。中者，天下之正道。遵行仁义礼智信五常德，一大道之本体。君子一心一意，行游天下。天下之一贯，自自然然。君子之忠恕，仁爱，含纳万物。万物百生万欲，亮亮丽丽，对上尊，对下亲，对人和，天地人三才合一贯，小同大同，有志一同，行大道。好，等一下我说齐的时候，大家就把手举起来，然后奉茶就是往外进，收收回来，饮就是喝下去，好不好？来，齐，奉茶，收，饮。好，转身向内。好，我们总共三杯茶，这是第一杯，敬我们的天地大道。那第二杯，第二道茶，我们是不是请我们的那个继续帮我们贵宾烧甜第二杯的杯，第二道的茶。第二道茶是要礼敬我们的师长，敬我们所有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对象。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希望君王能够做个仁君，父可以做个慈父，子可以做个孝子，朋友可以互相信任依赖，成为真君子。起，奉茶，收，饮。第二杯茶是敬我们的朋友，也敬我们的师长。来，我们是不是第三道茶？好，我们的那个不老美少女，我们的李生，我们的李生第三道茶的部分。那第一道茶是敬天地，第二道茶是敬师长，第三道茶我们等一下请我们台上的贵宾两两相对。好，敬我们的志同道合的朋友、至亲友。好，我们两两相对，好不好？我们两两相对。其实，在座在台上的贵宾都是支持我们的同盟教育，支持我们中国古典文化、中国我们文化的志同好友。来，第三道茶，致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、亲师友，习礼仪，谢谢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成长。起，奉茶，收，饮。好，谢谢我们台下来宾，是不是掌声？好，谢谢我们台上的贵宾，为我们示范我们中国君子哦，古典君子他们在喝茶的时候所必须经历的一个流程。我们掌声谢谢他们，那也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我们
头等证同盟经典教育的活动，我们的开幕典礼到这边我们告一个段落。阳光映晚生。